膽同埋挽留自己人才啦。我自己都等於係搞緊個中小企，我都知道，譬如政府加咗人工之後咧，又加緊招聘啦，我都受好大嘅壓力，係嘛？咁就留意競爭法嘅落實啦，會唔會影響中小企啦？事實上，今時今日咧，中小企嘅空間比幾十年前少好多。跟住嘅，我想將時間交俾其他人或者葉太去回應一下先，好嗎？多謝黃主席。咁啊，首先聲明咧，多謝頭先陳生同埋其他發言人咧都表示睇好我。咁就不過我想好多謝各位，但我想澄清咧，這個就唔係我嘅做勢範嘅，因為我就好唔掂啊。咁就今日其實即係有關中小企問題嘅交流會嚟嘅。咁我有幾點我想回應。第一就我完全同意頭先發言嗰位先生咧。點樣發展河套啊？好重要嘅，我寫咗落我政綱度嘅。因為香港最缺乏就土地，而家咧我哋有幾幅土地咧係未睇到點使嘅。東南嘅九龍東南啦、西九龍啦，係嘛？呢啲係市區嘅土地啦，差唔多最後嘅土地啦。邊界咧就係河套同埋咧新發展區，比較面積大就係河套。咁好可惜咧，河套咧講咗十幾年，係做唔到嘢，因為過往我都係做過中港聯席會議咧，個粵港聯席會議咧嘅成員嚟嘅。咁我記得一回歸咧，深圳嗰方面都好熱切，希望同我哋合作發展河套。好，唔該曬。咁或者我哋咧就有請協辦嘅機構咧就可以落台就坐先，咁但係咧葉太咧就留步同我哋影多幾張相好嗎？好啊，咁啊各位鄉下，如果學生爭取時間，我哋。一兩分鐘的時間，啲學生可以即刻過嚟，想爭取時間下葉太合照咧，就快少少啦。唔該曬，辛苦曬各位。好，唔該曬。